大家好，我是陈春富、呃，欢迎来到、Ad《Edtising Show》，hire, 看广奥聊创意。我们先第一个单元来看看我们的广告。大专院校视光学习毕业，请答有。 拥有镜片之作，国家认证者，请答应专业才是专家，Koba Yashi 小林眼镜，全视线全年视力不受限，配全视线也要找专家，全视线专家小林眼镜，Koba Yashi 小林眼镜。 好，刚才大家看到的广告是小林眼镜公司的呃电视节目广告。那基本上来讲的话，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小林眼镜在这个广告影片里面来讲，透露出两个重要的讯息。在讯息介绍之前来讲的话呢，我们可以了解一下小林眼镜公司。基本上，老师为什么选择这个个案呢？第一个有两大很大的原因。第一个。 小林眼镜公司呢是全国具有知名度的眼镜公司，同时最大特色呢，将近全国两百三十家的眼镜公司来讲话，都有专业的哈验光师傅，同时都含有证照。那最重要的第二原因就是它每一家都是直营啊的所谓的连锁店。也因为如此呢，看到这个广告来讲话，各位同学可以知道说，小林眼公公司呢，他拍这支广告影片最重要的讯息透露给我们有两点。 第一点来讲话呢，啊、呃，小林眼镜广告公司来讲话呢，第一个是专业的形象。我刚才還说明过了，小林眼镜公司来讲，每一家眼镜行里面都是直营，都是由总公司来直接经营。同时，每一位经理或者是验光师呢，都含有专业证照。所以说，你刚才看到眼啊广、呃、告的内容来讲，看到所有的哈，我们看到了所有的验光师都打算上上有没有专业证照？有。那这个理由是说，透露一个我们所有的啊。呃 广告接收者来讲，很重要的讯息，强烈的告诉各位哦，我们是一个很专业的形象啊，这是第一点。那也唯有专业呢，才能服务所有的消费者。当你眼睛有问题的时候，老花眼、近视眼，请别忘记了找专业的哈，哎眼镜公司。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讯息来讲的话呢，它最后片尾的时候呢，大概有大概二十秒时间，介绍的是新的一个产品，所谓的全世界的镜片。 那全世界镜片是什么呢？也就在不到二十秒时间，把这个讯息全部透露出来了啊！那我这边来讲的话，补充跟各位说明一下，什么在什么情况之下来讲哦，全世界镜片都能够自动隔离的不易察觉有害紫外线的光线，同时呢不间断啊，提供你的双眼最无微不至的保护。也就是说啊、呃，这个配着这个眼镜呢，不管是老花或者是近视来讲话，同时呢，它会随着阳光的照射呢。 产生不同的变色效果，哦，是一个非常具有哈呃防护功能的紫外线跟眩光对眼镜来讲话所造成的影响，就常常讲说太阳光照久的话，啊眼睛会花。那基本上用这样专业的配镜的技术来讲话，配成不同的眼镜，可可以避免这些紫外线的照射。那基本上来讲话，那各位你就知道了哈，配眼镜找小林就对了。好，以上来讲话是跟各位同各位伙伴介绍的啊这一支广告影片。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国立台北商业大学商社系的陈春富陈老师。呃，这个学习的广告学由我跟各位同学分享。首先呢，进入到课本上的内容，第一讲哦，广告的概念。欢迎各位同学翻开课本。在首首章介绍的部分来讲的话呢，我们先从介绍几个三个构面，以下作为我们今天的重点。第一个部分来讲的话呢，从行销、广播、经济、社会层面，还有心理不同的角度。 了解广广告不同的定义。第二个来讲的话呢，啊，了解广告在行销、传播、还有教育、经济、社会、文化这些方面来讲的话呢，谈到他们的贡献跟功能。第三个来讲的话呢，我们从各种不同的广告凸显出来的各种分类哦的标准情况之下呢，探讨各种不同形式的广告。以下呢。 就这三种不同的层面来讲的话，一一跟各位同学做一个说明跟解释。首先跟大家说明的是广告学的定义。第一个呢，广告学的是什么定义呢？呃，广告呢是最主要的是由广告主在付费的情况之下，好、哦，对一个产品或者是一个观念或者是一样服务所进行的传播的活动，我们进行呢加以说服、改变或者是强调。 啊，消费者最重要的一些态度跟行动，而达到良好的一个回馈的呃作用。另外一点来讲的话呢，广告是付付费的大众传播，其最终的目的呢，当然就是希望传递商品或呃产品的一些最重要的功能、一些等等的情报，改变呢人们呢对广告商品的态度，也就是希望说将来他愿意来购买，诱发呢他最重要的行动，而使我们广告呃。 因为广告而得到呢，广告组最重要的利益，好，这是我们所了解的部分。那接下来来讲的话呢，我们也希望呢，呃，从广告里面来讲的话呢，谈到的一些其他的最主要重点。同时呢，哦、呃，广告的得到利益来讲的话呢，这个最主要部分来讲，是美国行销学会所定义出来的。那广告定义有哪些重点呢？以下三个哈和构面也分别跟各位解说。第一个，必须要明确的广告组。 啊，各位同学也看到过哈，在课本上，换句话说，也就是付费的老板啊，那基本上来讲，要尊重他们的意愿，希望把广告能够传递什么样的讯息。第二个来讲话呢，广告呢最重要的核心产品呢是什么？以他所要销售未来在市场上来讲的话呢，一些概念或者是服务或者是组织为主要的内容。那第三个来讲话呢，各位同学也知道，广告呢并不是呢单一跟个别的哈说法而已。 它可能透过不同的媒体，散播各种不同的啊一些讯息给不同的人，所以说广告来讲的话是一对多，所以说广告来讲最重要来讲的话也是第三个是一种非个人化的一个什么传播。好，以上这三种，那接下来讲的话呢，各位同学可以了解到我们整个广广告过程来讲最重要的它如何传递的，所以首先跟大家说明一下，就是整个广告的传递有哪些流程。第一个部分来讲话呢，啊，当然。 最重要，我刚才强调过了，一定要有人出钱，也就是说，幕后的广告金主是谁。接下来来讲话呢，哦，当然，嗯，不同的行业、不同产业来讲，有更多的专业经理人，所以我们也希望他呢，有更多的广告 A agent 来代理。所以着第二个阶段，那第三个流程来讲话呢，当我们找到一个很强，或者是呢，呃，很有力的广告代理商帮广告主服务的过程当中呢。 接下来就是说帮广告组寻求啊他们最有利的传播工具，还有呢寻找最重要的所谓的啊听众，好还有所谓的阅读群，好也就是将来的可能潜在的消费者等等。那最后一个来讲的话呢，也就是最重要的，就是说要把这些好我们产品商品呢将来要销售的对象传递给这些潜在的消费者一些正确的讯息，还有给我们的听众或者是观众。 好，这是我们刚才谈到了广告传递的过程。好，接下来来讲的话呢，跟各位同学介绍的是广告的各项功能。那我们可以翻开课本，大家可以看一看广告有哪些功能呢？第一个，广告对最主要来讲，对外面沟通哦，最其实最重要来讲的话，就是呃是一个很重要的地位，面对消费者的需求，提供适当的产品啊、哦，并且对它做广泛的功能性涵盖的功能，小到行销。 还有传播，还有教育、经济，当然最重要是你我之间的社会文化各方面来讲话呢。啊、呃，不种不同功功能的不同介绍，以下呢就对每一项功能呢做一个一一的说明。首先，大位同学可以看到了，就是所谓的哦，对行销功能有哪些的意涵呢？好、哦，那第一个部分来讲话，行销功能来讲话，最主要出现了有六项功能。好、哦，那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图表。那第一个部分来讲的话呢，首先，好、哦、第一个。 哦，大家同学，如果说在学校里面来讲话，曾经念过行销学或者行销管理来讲话，最重要来讲话就有四批所谓的行销是组合，也就是说，第一个不要有 product，第二个来讲话要知道产品多少钱 price，第三个来讲话呢也要知道哦在哪里买得到，就所谓的 place，第四个来讲话就是 promotion，我们所谓的称为促销推广这方面。第二个来讲话呢，啊、呃，跟行销有关的，就是说。 透过广告可以加强品牌最重要的印象。透过广告的方式呢，让潜在的消费者或是未来族群来讲话，对这一个产品呢，有对它的加深印象，产生品牌的效益等等。第三个来讲话呢，就是强化本身商品或者是服务，还有这最主要来讲话，也就是说，呃，商品的定位，它最主要卖给对象是小朋友呢，还是一般年轻人，还是卖给一些银发族等等。 这是以上这三个哈行销我们要说明的部分。那行销来讲的话呢，还要分成另外两三三个呢。第一个部分来讲到 slogan，大家可以看到很多广告拍的非常成功哦，那就是人家 slogan 呢来讲话定义的非常漂亮。譬如说来讲话哦，各位同学如果有印象来讲话耳熟能详，从小到大啊、哦，有些甚至植入性到他的哈、哦、行销歌曲里面来讲话，像绿油精啊，或者是呢你耳熟能详来讲的话呢哦，像像是呢在更早以前来讲的话呢，麦当劳的广告。 等等，这些所的个人来讲的话，手法来讲的话，手法应用会加深对行销者对广告的哈更深的一层认识。那第五个来讲话，就是最重要是刺激消费者未来呢能够呢愿意购买我们这些商品。好，那最后一个来讲话最重要，消费者如果看到这些广告之后产生购买意愿，当然希望他不仅透过广告，同时呢接着不需要看到广告他也愿意购买，就增加了什么忠诚度。 所以说，第一个来讲的话呢，跟大家功能介绍是所谓行销功能。好，接下来介绍第二个功能，也就是跟传播媒体之间。那传播媒体之间的功能呢，主要是分成三个小点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来讲的话呢，透过媒体的传播来讲的话呢，我们可以得到更多的一些传播媒体啊，发挥它的效益，以及还有它的广度。第二个来讲的话呢，也透过媒体的工具来讲的话，不仅呢广度能够增加，同时透过不断的媒体的应用。 哦，也可以增加哈所谓的资讯的深度。第三个来讲的话，其实最重要就是感染哦，收前电视机前面观众的呃各位呃收听的观众或者是阅读者能够感染了解到我们广告组所以重大。 啊，重大的意涵，他对产品方面来讲的话，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呢，能够让大家了解什么是产品，什么的功能等等。好、啊，这是第二个部分。第三个部分来讲，跟大家同跟同跟大家介绍就是所谓的教育功能。那教育功能来讲的话，主要有四点，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部分来讲的话，就是传递正确的资讯。那新的商品也好，新的服务也罢，最重要的是说，通过广告的方式呢，把这些商品的资讯呢，能够正确的传达给所有的消费大众。 这第一个，第二个来讲话呢，一样，新的商品呢带来的就新的科技，新的科技呢夹带着很多新的知识，我们也希望透过新的广告模式来讲话呢，透过这样的方式，让消费者得到这些新的资讯，然后慢慢慢慢的能够多用哦、喔，那多用的情况之下，换句话说也达到哈我们广告最最主要目的，好，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来讲话呢一样。 我们也希望说，通过广告来讲，不断的传播出去之后来讲的话呢，达到所谓的普世价值观一个传承。最重要来讲的话，也希望所有收听的、收看的所有的消费者看到这些广告之后来讲的话呢，能够得到一些什么感动，然后继续使用这些商品，然后传递这些相关的一些知识等等。好，这是第三点。那第四点来讲的话呢，其实最重要的哦、喔，呃，广告跟教育之间来讲的话，其实最重要来讲的话就是提供什么正面的讯息，通过广告的方式。 自由性行销也好，或者是有意无意的把一些功能性，或者是一些政府一些公益广告的讯息啊、哦，放到我们播放的影片或者是传递的文案里面来讲话，让消费者、让广大的哈、哦、公民也好，小朋友也罢，得到这样的讯息，得到正面的一些哈呃、哦、正面的教育的含义。这是我们第三个最主要跟教育直接功能。那第四个来讲话呢，就是谈到的哈、哦、跟广告息息相关预算问题的所谓经济功能。 那经济公况呢来讲话呢，主要是分部分别两项跟各位同学说明。第一个，那经济的好坏呢，当然会影响到广告的预算而、啊、同时呢，呃，经济如果说景气很好的情况之下呢，大家可以看到，哦、呃，广告呢，媒体呢会更多更多蓬勃发展。反之呢，如果经济萧条呢，啊，媒体广告宣传，你觉得我们会发现呢，可能就少掉很多。那曾经经过呃调查，摩根斯丹尼呢曾经做过研究，他说假设呢。 呃，我们呢整体的经济的环境不佳的情况之下，啊、哦、啊、哦，甚至呢整个经济如果停滞不前的话，最起码啊、哦、整个广告预算在企业主心目当中会整体而言会减少到四个 percent，四个 percent 相当多。为什么呢？其实道理很简单，光广告业主不赚钱的情况之下，他必须节省成本，节省成本第一个就是跟生产无关。那第一个跟生产无关，当然就是什么广告行销预算。但反过来来讲的话呢，如果呢？ 嗯，假设景气呢啊好转，或者是呢经济欣欣向荣，或者是呢大家对经济有信心的情况之下，广告的效益也会产生更多更多的附加价值。举一个简单例子来讲的话，如果有些品牌通过广告的方式来讲话啊，会增加大家的知，大家对它的喜好，还有它的知名度啊。举一个简单例子，像各位同学如果要买个书包、后背包，呃，如果不考虑品牌来讲的话呢，可能三五百块。 你都会觉得够了，甚至有时候觉得说哦不便宜。但是如果透过广告，举一个简单的一个品牌，大家知道说在欧洲来讲的话，GUCCI 也好，或是 LV 哦，如果透过广告包装，大家知道这个品牌来讲的话，都会知道不便宜。换句话说，广告确实是可以达到商品的身价。那各位同学也知道啊，如果说是 GUCCI 也好，知名度的品牌哦，书包一个三五千也是算便宜的。 所以说，广告来讲的话，确实可以增加品牌的知名度，还有它的商品的身价，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讲的话呢，当然通过广告的方式，不仅可以商品提高它的身价，同时呢可以让产品的品牌的形象大幅上升。也就是说，消费者愿意花那么多钱，哦，用使用这样的商品，当然受到广告的刺激。那广告的刺激来讲的话，对他来讲啊，就是消费者他正面的形象。 也就是说，正面形象的人愿意购买这样正面的商品，当然而然来讲的话，也产生更多的品牌忠诚的顾客。所以说，品牌知名度跟附加价值就演然而生了。这是对经济而言。那最后一项呢，当然是广告跟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那广告跟社会文化关系来讲的话呢，其实分成啊三个层面，也跟大家分享一下。然后哪三个层面呢？第一个来讲话，企业文化的传承。 那企业完成来讲话，换句话说啊，一个好的广告来讲话，代表广告主他本身他企业的文化啊，那希望能够传承目标一致。举一个简单例子，各位同学一定会骑脚踏车，那脚踏车来讲话，你可以看到捷安特脚踏车的前任董事长啊刘金标先生来讲话，从台湾头骑到台湾内标榜的脚踏车是一个健身好的工具，同时呢标榜的哈是最棒的哈，老少咸宜，这也是跟他企业文化哈一样是一致的。 第二个来讲话呢，跟传统文化的传承有关。那各位可以，多一个同学也可以了解到，很多来讲话企业文化，借由广告来讲话呢。那希望说第一代他们的长者呢，都用这样的商品，也希望呢下一代也能够继续使用。最明显来讲话，就像麦当劳早前进驻台湾来来来的时候呢，他希望他的消费者呢是一般的上班族、中产阶级。 到现在来讲话呢，它想要传承下去。好，这些中产阶级的消费者呢，随着麦当劳进入台湾超过三十年的情况之下，也慢慢的哈变成银发族了。那像他告诉银发族，不仅你可以继续来啊，来麦当劳分享，可希望你带着你的孙子。所以麦当劳变成什么是以小朋友为主的，这也是从它广告里面来讲透露的哈一个文化的传承。而第三个来讲的话，倡导什么新文化？好，换句话说，嗯，试图的改变人们的习惯。好。 换句话说，如何改变最重要？当然，让我们的生活文化变得更美好。最明显来讲的话，有的手机的问世。以前电话来讲的话是有限的，好，那出门之后来讲话联络就不方便了。随着无线电话，随着智慧型手机的问世，各位同学也都知道了。现在手机不仅能看能收，还能观上影片，还能上 FB，还可以发赖。那基本上就告诉各位同学，产生新的商品，也就是新的刺激，新的文化。 这也是广告里面来讲的话所能提出的见解。好，以上来讲的话呢，是我们五项啊广告的五大功能。接下来讲的话呢，好，我们第三小节跟大家介绍的就所谓的哈广告的类型，那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广告类型呢。从课本上来讲的话，在欧美来讲的话做过很多很多很深的研究。那我简单跟各位同学分享一下课本上举例的六个学者的说法。那我们把它统一会诊，用简单一句话跟大家分享。 也就是说，根据这六位学者的论点呢，哈，每一位广告呢，哈，都有不同的广告主，也因为有不同的广告主，所以他们的目标市场，还有他们的传播媒介，当然会不同。那广告呢，诉求呢，哈，也当然也不尽哈类似。这样呢，那么复杂的的情况之下来讲话呢，所以广告呢，自然而然产生很多多样性，也自然而然呢，衍生出不同的类型广告。 好，以上是跟各位同学介绍的，并且说明的广告的类型。接下来讲话，根据类型呢，我们把广告区分成不同的意涵啊。最主要来讲话，广告呢，最主要目的呢，可以区分成三种。那第一种来讲话，就是所谓的目标啊，听众或者是观众。好，第二个来讲话，拍摄广告类型来讲话，会根据地理环境的区隔，是全国型的呢，或者是其他不同的区域场所。第三个来讲话是广告。 广告业主他增值的目的是要做什么？那以下来讲话呢，分别对这三个不同的目的呢，哦区分出来的话，跟大家做说明。那第一个来讲话呢，换句话说，广告最主要目的来讲话呢，首先必须了解到我的呃消费群众是有哪些。那举一个简单例子。 各位同学，如果买书、买文具来讲话呢，应该是到文具店里面。所以制造文具店的厂商呢，他知道他的使用者来讲啊，可能是同学、学生，是小朋友。所以说他拍广告的过程当中来讲话呢，自然而然就会什么，会以这些小朋友、以什么同学、以学生为主体。那个这来讲话，就是称之为消费者广告。另外一种来讲话，我们称之为什么？各行各业的哈行业广告。那如果各位同学念过营销学来讲的话呢，应该知道就所谓的 B to B。 那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学校跟买电脑跟各位同学买电脑的意涵是不一样。学校买电脑来讲的话，可能要买什么？买一批一批来讲的话，可能是五十台一间电脑教室，或者是三间哦视听教室等等。那这个部分来讲的话，跟一般消费性的广告是不太一样。其实最重要来讲话。 必须出的是 A 一、e、去跟学校采购人或是跟公司哦大量的说明之外来讲话，D 验还有商品的功能介绍，还有单价都是考量的部分。所以说呃跟各行各业之间的交易的行为所用的广告所用的文宣来讲话，就可能不是用电视的，可能是呢啊一些商品的说明书啊一些效益啊为主要。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個部分来讲话，我们称之为所谓的哈地理上地理的区分。那有些广告来讲话是全世界一体适用的。 那各位同学最出名的，大家讲话像百事可乐、可口可乐拍摄的广告来讲话，是以全球的消费者。当然，他拍出来的广告来讲，就有全球化的效应。那我们称之为国际性的广告。那第二个来讲话呢，我们称之为全国性的广告。比如说在台湾卖房地产，房地产不太可能卖到国外去，国外的买主来这边购买台湾的房地产。所以说房地产来讲话，可能在台北市卖房子，可是它广告对象是全国哦。 即将购物成家，或者是呢有钱的一些投资者的预算的人，所以说我们称之为全国性的广告。那另外一种来讲话呢，可能地地区性的广告，比如说办灯会、办活动哦，我们希望当地民众能够热衷参与，所以说、啊、可能呢预算的关系，还有区域的关系呢，哦可能就出现了区域性的广告。所以个分成三种。好、哦，那最后一种来讲话呢，就是广告组广告的目的。好、哦，那基本上来讲又分呃课本上有介绍，分成五个。 那这边来讲的话，也跟各位同学们介绍。第一个来讲的话，企业的广告，企业广告来讲，当然最重要就是提升企业的整体品牌的形象、附加价值。那同时呢，增加啊消费者哦对我们产品的购买欲望。然后也同时呢，宣打一些哈那企业最重要一些啊理念，比如说台塑集集团，哦最重要来讲是成本。所以说台塑的东西啊，基本上来讲话，勤俭朴实一样的道理。 第二个来讲话，产品的广告，产品的广告来讲话，最重要的它是产品的功能啊，当然对产品的介绍就会介绍非常仔细啊、哦。那第三个来讲话，公共服务广告，公共服务广告来讲话，那各位同学一定知道，我们有时候呢，政府呢有一些美意，比如说上市期间，希望各位呢不要到公共场所，甚至各位呢能够呃。 简单的保护自己，或者是不要传染别人，就希望戴口罩，所以一定有这样的文宣、这样的电视媒体、这样的平台跟大家介绍。哦，那这样的呃广告来讲的话，属于公众服务类的。哦，那第四种来讲的话，直销就是所谓直销广告。直销广告顾名思义来讲的话呢，希望借由广告的方式呢，能够把产品直接卖给消费者。那最明显的各位同学可以在电视上看到了所谓的什么购物频道。 或者是有时候电话拿起来，哈、哦、啊、呃、就开始介绍他们的商品。像老师最常收到的呃直销广告来讲话呢，就电话广告，哈、哦，就是所以说，哎，老师你年纪到了该保险了，啊、哦，就是属于哈、哦，所以直销广告。那最后一项来讲话就是所谓的哈、哦、服务广告。那服务广告来讲话，顾名思义就希望说服务业里面来讲，希望大家都知道我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希望你能够来了解。那这个呢称之为服务性的广告。 那以上跟大家说明今天最主要的课程，大概简单介绍到这里好，谢谢各位同学。好、At、，The Rising Talk，广告人面对面，在这边跟大家分享的哦，最主要来讲话，各各位伙伴们应该有印象。第一个来讲的话呢，呃，从我们一开始的。 小林眼镜的广告可以透露出广告最重要讯息呢，透露出专业。那各位应该有印象，嗯，像老师最欣赏的广告来讲的话，应该就是啤酒系列的，像海尼根啊。如果各位有印象来讲的话，海尼根拍了一系列啊，让很多很多年轻朋友们耳熟能详，画面非常经典的广告。其实它一句很重要的 slogan 就是什么，就是要海尼根。 啊，各位可以看到这张图片，一看就知道广告的内容是什么了，不用老师多说。也就是说，海林跟来讲话呢，一开始呢，在这个画面里面来讲话，看到一群呢，哎,哎中产阶级的女生呢，在一个 party 里面来讲话，大声尖叫。为什么？哇，有好大的放衣服的空间。哇，你们你们家里真是漂亮，最漂亮的梦都是什么？这更衣间。可能没有想到，同时呢，另一方面来讲，听到许多男性的什么大声的叫喊。 他、啊、觉得哎，怎么会这个样子呢？原来呢，哦，镜头一转，发现呢，四个大男生呢，面对的是什么？大型的冰柜，里面冰柜冰的就是什么？海泥根。那换句话说，基本上像这样的全球化吸引年轻人的这样的广告方式来讲的话，确实让各位哈，眼睛啊，眼神为心一亮，这是非常经典的广告。那谈到国际呢，我们也可以聊一聊哈，另外一个台湾本土性的一个广告，也拍得非常经典。 那每一年来讲话呢，呃，旧历年间，特别呢是在呃准备要放假的时候，大家是最忙碌的时候，最忙碌的时候来讲话啦，大家都非常忙碌。可是呢，不管什么样类型的广告，除了推销商品之外来讲话呢，我们曾经看过一则广告，这个广告来讲话是家乐福。家乐福其实它大卖场卖的呢当然是跟什么，跟我们食衣住行有关的一些什么食品商品也罢。 啊，那家乐福呢？其中有一支广告特别强调说，你可以到家乐福啊采购什么常年菜。那常年菜来讲话，顾名思义来讲话，也就是哈每一个家庭里面哈围炉的时候、除夕夜的时候，跟所有的家人在一起哈最重要的时候呢，一定哈不管你喜不喜欢吃，中间一定放的什么常年菜。那常年菜是什么意思呢？长长久久。 家人不管在哪里，过年的时候总是要黏在一起。然后台湾语来讲的话呢，灯你彩，啊，马西有「灯会修长寿的意思。所以说，老师记得小时候来讲话呢，不管我们喜不喜欢，哦，围炉的过程当中，菜色里面来讲话出现这一道菜，啊，这道菜出现出来了，刚好看到这一则广告，也认为我为之啊，非常感性的诉求，这是最主要跟大家分享的部分。啊，当然。 在最后来讲的话，我也必须跟大家讲的，呃，在广告学来讲的话呢，其实最重要的有四个最主要因素呢，影响到大家。啊、哦，也希望各位呢能够对广告呢有深门深更深刻的认识。第一个来讲的话呢，有广告一定会有什么广告业主，换句话说，基本上它是跟商业行为并存的，所有广告一定跟利益或者是一些某种的啊、哦、企图连接在一起。 第二个来讲的话呢，最重要广告一定要有人看，一定要有人收听，一定要有人阅读。所以说一定要知道哈目标族群有哪些。换句话说，也许他不是拍的是影片，他只是简单一个文案，甚至一个什么 slogan。其实他最重要的是抓住一些他目标族群的想法跟心里面层面。那第三个来讲的话呢，哦，当然最重要来讲的话呢，一句话。 或者是一句 slogan，希望能够诱发一些潜在消费者购买的欲望。那这些潜在消费者购买欲望来讲话，可能一句话就了解到它含义，自然而然哈产生哈心里面的一些话，涟漪哦，就会愿意哈有机会的时候再次购买。好，那各位同学如果有印象来讲话呢，你应该记得哈，嗯，前一段时间很出名的手机广告就是什么科技始终来自于什么人性啊，那也是影响企图影响消费者。 那最后一点来讲的话呢，广告其实最重要的是给我們所有的消费者最重要的资讯的传递。啊，不管任何广告，希望说消费者接受这些讯息之后来讲的话呢，能够买这些他们的服务或者是产品，最重要来讲的话也知道如何使用，进而爱用，变成一个哈、哦、忠诚的一个顾客。这也是广告真正的硬行。我们今天哦 a d v i s i n g talk，广告人面对面。 在此告一个段落，谢谢。